許賢，是和富大埔的球迷，很喜歡足球，咁啊中意踢波啦，又中意睇波，本身是新聞系的學生，吳家謙接班人。吳家謙接班人，球員名你未記得啦？喂，強尼大哥，而家唔係講歐國杯啊，而家講本地波啊，邊個記得本地波啲人啲名啊？你都唔記得啦，你都冇講過本地波，係嘛？因為你講啦，啊，我冇人講，我先講啦，你講啦，你咁叻，你講啦。嗱，一唔講，講得認真啲，擺陣啦，擺陣咯，擺啊！你擺，我擺咯，我而家擺。欢迎大家收睇《球迷世界》，年青人，你哋可能咧唔知呢个节目以前对推动本地足球系非常之重要嘅。我细个咧逢星期日朝头早一定要翻到屋企赶住睇电视。原来强尼大哥咧以前咁唔中意睇本地波，但系咧而家咧本地波咧风光不再啊，大嘅联赛少人睇，大家有冇谂过咧？其实细嘅联赛咧可能仲有睇头嘅。我哋今日咧一齐点评一下一场本地七人赛事嘅精华啊！东南海杯决赛啊！由呢個金都對住啟如嘅，有李培入三號，李培有三號劉志遠係咗啦，係冇錯，精華就係咁啦，好快嘅啫，係好快啊！啊，開咗波啦，咁啊，首先咧就喺後場鬥住先啦。我唔知道大家點定義香港足球啦，有啲人覺得係港超聯先係香港足球，即係譬如香港電影咁樣，上得戲院嘅你先係參與電影，其他 YouTube 片嗰啲就唔係電影咧。咁我覺得唔係咯，中意足球嘅人都可以係香港足球咯。我覺得我就係香港足球一部分咯。咁啊，見到而家呢邊咧有啟如嘅公仔喎，咪斬入去咧，咪住，等咗兩個埋嚟俾埋中國，哇！呢個咩色轉身啊？這個不知道，這個不是斯丹戰出來的。哇，有火的喎，你看阿張仲文覺得比得不好啊。是誰比？真的看不到添。我從來沒有講過本地波，我入行正正都是因為播歐洲波最蓬勃的年代，突然之間需要多很多人講波，我們這些才混水摸魚入去做這個行業。我有問過我自己，其實我真的沒有為足球貢獻過啲乜嘢，講都冇講過，宣傳冇宣傳過，係足球帶俾我工作十幾年，維持咗我的生活。但我對呢一個香港嘅足球，我冇貢獻任何嘢啦。阿黃哥呢時候褪後咗喎，阿低華，李健和，左邊仲有譚少偉登時嘅網球傳。譚少偉其實喺當年啊，即係香港甲組，佢係其中一個本地最高人工嘅環球員。呢個波啊，揞得靚啊！咁當然佢組織都靚嘅，即係和哥引咗啲對手埋中間之後，一分分過左邊。香港好多七人聯賽咧，即係我哋而家睇緊呢個東南海杯決賽咧，佢啲技術成分好高啊！你睇每一個球員咧，上腳第一腳波咁，係啦，冇甩腳噶，係啊，冇甩腳嘅。呢個時候睇個廣告客户嘅説話先嚟。呢個時候去廣告。喂，你控傳麻麻喎，不如練好啲波先出嚟鬥波啊！控唔到咪只得執波，使死咩？我哋球手炒飛機學咩人鬥波啊 ？C 朗美斯人少炒飛機啦，好勁咩你？今時今日咁嘅基本功去鬥波係唔夠嘅，點先啱？睇睇啊！喂，你控傳麻麻喎，不如練好啲波先出嚟鬥波啊！我一定會練習多啲先再嚟踢波噶。喂，你球球炒飛機學咩人鬥波啊？我第時都會去練習射多啲長先噶啦，不如約埋你一齊啊！要波又開心，球證放心，梗係有全程介射嘅基本功先去鬥波啦。比數暫時都仲係一球啊！一比零，我跑得幾近。雖然你話金都就真係星光一粒，但其實啟如都一路頂住就係輸緊一球嘅。唔受得住。同埋佢哋真係體能好喎！哇，呢個陳志剛以前速度見稱啊，香港隊正選前鋒嚟嘅。哇，分嚟右邊。哇，招仲敏啊呢個波。都好嘢喎，係咪撲到啊？係啊，哇，空近狂抽都。球迷都勁啊！係。啲球迷真係未驚過都。可能好享受添啊！喂，你留意一下入得場睇波啲球迷，
真係有咁上下年紀，因為呢啲就係呢班球星就佢哋可能年少時候嘅嗰啲偶像嚟嘅。嗯，可以咁近距離睇偶像。你可能逼而家二十歲嘅僆仔去睇東南海杯，佢 relate 唔到嗰幾個球星。其實你睇嗰場波咧，啲人係去睇情懷嘅。你見到頭先嗰個圍喺側邊球場咧，球迷其實都係叔叔伯伯嚟啦。佢血氣方剛嗰時候就係睇呢班球星踢波，嗰、那個只不過係嗰個年代嘅人一啲共同回憶。所以你話係咪啊？搞啲小型球，香港足球有望，唔係呢件事咯。哇！呢啲球迷即係咁近距離可以睇呢啲當年嘅頂級香港球星，幾尺距離喎？喺度講緊嚇。點解啲人中意睇東南海杯啊？因為踢緊嗰啲人佢哋識啊嘛。咁而家最大嗰個問題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你識得在場嘅人啊嘛？就係要有偶像咯。咁其實個最大的困難就係冇新嘅偶像啦，喺足球上。咁究竟點樣做啊嘛？呢件事好難嘅，但係要試咯。既然呢度有眼球，係可以值得嘗試咯。佢段段都仲有，朝早問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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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波就入咗啦。整餐啊，係咪？陳志光入門波點解坐咗裏面咧？哦，真係整餐喎。喂，後面個球迷打手勢話唔係我見到。點解我哋仲用力去？喂，我哋點樣令足球喺香港興起？唔係已經係全世界最受歡迎運動嚟嘅咩？呢個問題係一個地方嘅問題，呢個地方啱唔啱俾呢樣嘢生長？呢個最根本嘅問題。而家呢個 moment， 我淨係喺我自己可以用力嘅範疇用力咯。即係嚟緊，我可能會想即係將本地七人聯賽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拍得佢靚啲。波衫係有設計啲 ，marketing 做得好啲，會唔會多啲球隊參加呢？會唔會係真係有眼好多眼球繼續追落去呢？咁我覺得可以一試咯，就唔關港超聯事咯呢件事。如果你話要用簡單幾個字嚟講對香港足球未來嘅展望，就係、是、首先我冇資格望。許然梗係好愛足球啦，直接問佢話你呢位嘅。應該留翻俾許然佢哋呢一代去望，上一代嘅唔好夾把口來就 OK 嘅啦。咁只有希望。柏哥，覺得呢場賽事點樣啊？呢場賽事好精彩啊！見到和哥咧，仲好似當年咁樣咧，同埋佢哋咧好多創造型球員咧，一啲都冇跌位，佢哋好有默契啊！係，同埋呢場真係咧殿堂級嘅香港球員踢嘅小型。足球俾大家睇，我覺得真係進演呢個香港波嘅精髓。佢哋夾咗幾廿年喎，真係好珍貴呢啲片段。我哋嘅節目都仲有好多珍貴片段嘅。拍檔，我哋一陣仲有啲咩精彩內容咧？係廣告翻嚟咧，會有特派員神仔咧訪問兩位香港足球先生劉榮業同埋梁能仁嘅，一陣見。我是神仔啊！我即將咧就要同兩位足球先生在現場咧比拼一下噶啦。仲會搶到？你有冇做馬嘅成分㗎？呢啲唔容易啊，好難。